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咧，今日咧初七人日嘅时间咧，我哋就为任人苦练嘅朋友啊，犯太岁嘅朋友啊，帮佢涉太岁啦。咁提一提大家，如果系属虎、属蛇、属猴、属猪嘅朋友咧，咁你都可以去涉太岁嘅。就算过咗初七呢个人日，你之后如果发觉你啊，原来系犯太岁嘅，咁你都可以补翻去涉太岁嘅。嗱，咁犯太岁咧，你可以理解为，哦，我嘅運程少咗一啲啲，咁咧我哋涉太歲咧就係我嚟補翻去啦。咁我哋今日去幫大家去涉太歲咧，就係補翻你缺失咗嘅或者係少咗嘅運程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我哋嘅儀式啦。
每個朋友找我們攝太歲呢，都是逐個逐個度身曬訂做，逐個逐個去做的。咁呢已經呢，我們攝太歲這個儀式呢已經做完了啦。如果方便的朋友，你就可以過來我們這個聚宅區攞返你攝太歲，補返你的運的一個招財利是啦。好啦，就去到這裡啦，拜拜。